10月21日清晨，韩国女子团体 Red Velvet 结束海外行程，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回国。当天 ，Red Velvet 五名成员搭乘凌晨飞机入境，成员 Joy 身穿米色连衣长裙，外搭格子西装外套，口罩掩面，似乎十分疲惫。在出关过程中，成员们一路缓慢行进，粉丝们也十分遵守秩序。据韩媒报道 ，Joy 在20日公演途中肩膀突然出现痛症，随后便下台进行了治疗。魔方传媒韩国报道。